1949年5月，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旅长韩子佩带领残部300多人攀上西岳华山，打算凭借天险寻找转机。所以后来他认为了这个华山的是个天险，这人起头的他是逃往华山上边去，他准备凭借华山这个天险呢，准备继续呢和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准备顽抗到底。自古华山一条路，指的就是这条千尺床。300多人站着华山，守着千尺床，最后却被7个解放军和1个老百姓给解决了，成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被人编成了剧本，辗转到了一个叫做郭维的年轻小伙子手里。郭维是干什么的呢？他刚刚给一部电影当过副导演，也是他第一次接触电影。我来的这个干电影啊，碰上一个好老师，这也是我个人的机遇幸运。史东山，当时史东山是国东区的一个大导演，很有名，他要拍这个《新儿女英雄传》，他就提出来，我没有剧中的生活，希望给我找一个既能写剧本又能导演的这样一个老区的同志。当时郭维在河北省文工团当团长，一听说能去拍电影，乐坏了。那河北省不放，我还苦苦哀求，这就调我来了，这就给史东山做副导演，跟着他一起下去生活。哎，他写剧本的时候，写完了就让我看，写一页，写几页，够一场戏就让我看，够一场。史东山导过许多有名的电影，在拍片现场，他对人激进苛刻，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土八路，心里却生出几分好感。我那是拉提琴的，他就看拍着这拉提琴的啊，我说你怎么看出来？我也是。郭维打过仗，熟悉戏剧，可完全不懂电影。你是拍戏，郭维拍完这镜头试完了，你看怎么样？郭维，你看怎么样？我就站在旁边，我说还可以，你看的还准，是行。有时候我说可以了，怎么可以？我就说怎么可以？不行，那还不够，你看那谁谁谁他还不行。他没进戏，你得再注意这个问题。脾气不好的大导演史东山应该很满意，自己愣是手把手的把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的小伙子教成了一个电影导演。好了，《新儿女英雄传》1951年完成，几个月后，年轻的导演接到了这个关于华山的剧本，终于要拍电影当导演了。二话没说，郭维去了华山，见到了英雄刘基尧。我当时也没经验，也没了解这个华山人，就根据剧本马上就拍，这谁也没重视，厂里面也没重视，反正小片子，你我头一部拍，你练习去吧。电影基本上按照刘基尧的事迹改编，英勇的侦察参谋带着6个侦察兵，一个引路的老乡，打破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说法，在山里头找出一条路，爬上华山，占领了北峰，和大部队一起解放了华山。就是回来就急着看电影局艺术处，那时候我们是最怕的就是审查，弄不好就枪毙，而且那时候审查呢，鸡一嘴鸭一嘴，说实在，大家说说这部影片到底讲了些什么？啊，这可是一尺一尺的胶片，用外汇买来的呀！啊，这片子拍的确实不好。我那个史东山呢，我那老师呢，就跟就别动火，就是你看他既没剪接也没录音，咱们能看出什么来呀？就给我打圆场。你说这不是解放区的123吗？
啊，哪个导演呢？哪个导演拍出这样的片子来了？那胶片得多贵呀！啊，你看见这片子还能再剪剪呢。再说了，还没做生意，现在也看不出来什么嘛。啊，不是，他，好好好，剪剪剪剪。哎呀，我看呢，这部片子就这么算了，就当咱们交学费了。嗯，好，先搁下，先搁下啊。导演呢？这片子导演在哪儿？郭威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就这样先搁下了。智取华山算是走了一段弯路，不过没关系，他相信还会有机会的。机会？还要机会？我看这部片子应该作为失败的典范，给大家都看一看。不过，这样一个传奇的题材没有被轻易放弃，郭伟得彻底重新开始。导演不好当吧？谁让他碰到的是天险呢？能想象得出，那次彻头彻尾的批判一定会狠狠地刺激这个倔强的小伙子，他心中聚集着巨大的能量。新的拍摄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先接着那些牵制装。我是从11岁我参与，我在部队里长大的，整天打仗，我从真战场杀到这个假战场，和假战场真战场一样干，当真的干。到底惊险又下去。侦察参谋刘明基当然说的就是真实事件中的刘基尧。刘参谋奉命侦察了华山，发现部队正面进攻很难。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都在舞台上活动了几十年，对这个电影怎么拍咱这闹不清楚。挺热呀，出汗满头大汗，都浇不着热。那个化妆师连哲他们就给我们沾汗，浇不着热，很紧张。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屋子很热，任务也很烫手。七位勇士将要上山侦查，却干了件比侦查重要的多的事情。山上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是位漂亮的旅长太太，在当时的电影中很显眼。啊，你想他那么一个人跑到华山上去，而是又是有那个阶级的那种军人，他怎么能带个老婆乡下老婆上去了？根本不可能啊！那个老婆一定还是比较漂亮的。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旅长方子乔就是真实事件中的韩子佩，算是鬼子王方化扮演的中国人里头比较出名的一个了。方子乔虽然被困华山，可对党国十分忠诚。郭维觉得这个人物也得尽可能真实点。那个方子乔呢，这个人呢还是什么呢，还是刘鄂的学生，是共产党员叛徒。等最后我正去要找他到监狱里面，前两天他跑了。这样，我呀就去把我们负责同志给你们叫过来，好吧？行，嗯，谢谢。这次啊，保证能遇到。早知道来这儿啊，免得你白跑了两趟华山。咱们这就叫马不停蹄。这小子呀是个营长，官也不小，把他提审完了以后啊，山上山下的情况就全搞清楚了，我这电影就知道怎么拍了。可能走火了。郭同志，这回又不行了。又不行了？这是监狱，他是个犯人，还能上哪儿去？刚才你听到枪声了没有啊？这个反动派啊，曾经有两回越狱逃跑，都被我们抓回来了。这回他又跑，结果呢？
被我们一个哨兵给毙了。看来方子乔这个人物还真不简单。好吧，把困难都交给侦察小分队吧。除了千尺床，华山还有第二条路吗？问一个群众呢，群众他都跟你讲，藏龙岭无人峰，上去以后呢，才能到西峰、南峰、东峰、中峰。哦，问一个群众都是这样讲法。那是怎么样？第二条道呢？没有。没有，常年在这山上打山，就没有听说过。看来那条路一定比天险还险，要不怎么都不知道呢？不过经过几天的打听，刘参谋他们听说了一个名字，王银生。闺女到那旧社会没见往前，他家逃兵，有那逃兵过来，那不是有那都跑，叫人拉去，偷的跑回来呢，没做法。老王把他那衣服给。把那送到这花山上道叫道士庙呢，你把你头发留长了，叫人回去，送了几个。长生林，刘参谋成功了。王银生就是电影里的长生林，那条小路很危险，长生林的母亲不愿意儿子冒这个险。我还中起了那年轻伯呢，我要弥补呢，不知害怕。我妈那害怕的，我妈跑来的哈，害得我现在飞跑。怎么办呢？侦察分队先是帮他们赶走了抢粮的敌军，然后给家里干了很多好事。刘参谋觉得差不多了，小心翼翼地向王银生提出了请求：“请你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给我们带一下路？哎，从这石南上。”这个方向攀登啊，把这条道路上侦查清楚，把山上敌人的兵的不顺的这个情况上搞清楚。我话就这样一讲，王连生同志呢，把我一看，啊，刘参谋这事你早跟我就谈了吗？我带路还有啥问题了吗？刘参谋，你放心，带路由我负责。哎呀，一个把我也高兴的，我站着王银生两手就搓在那对面搓着。我说老王，我说你真好，你真勇敢，我说你是好样的。老陈，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刘参谋显然高兴的有点早了，天险毕竟是天险。刘参谋，你看。这个惊险片呢，当时也就是中国影片没有头一部。那不用惊险片呢，它是个群体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没有个性，在样式上，在修改的时候我就确定，非在惊险上解决不行。别看几位同志满脸笑容，当年这第一道关可把刘参谋他们镇住了。单单在看到的号召都是啥样说的？光不亮似的，那可是危险，那要抓不牢些，头掉下来，那就连尸首都找弄不到一块了。当然，刘基尧他们是真爬上去了，那些演员能真爬吗？爬，我们爬不上去那么高，他有四五十米那么高呢，爬不上去。但是呢，爬那个七八米也就行了。踩住！哎，对，就踩住那块。快抓住绳子！加油！抓住啊！加油！抓住绳子！上去了！哎呀！哎，不行，让他们下来吧。哎，好，下来吧，接稳点啊！
后来我跟摄影师研究，我说这天井咱们就得在这儿拍，啪，爬上去，惊险。你不然的话，那么着那也没法拍，搭井也搭不出来，雇人，雇替身。结果宫里来了一个人，又像商人什么的，又是这个费那个费，还要摔伤了的保险费，一算。老张，你过来一下。哎，姑娘，什么事？你看你的人呐，这高高低低的山爬了不少。那是。你看刚才拴绳的时候，身手多矫健。那是那是。啊，我看这样得了，你让你的人呐换上衣服，我们拍几个背影得了。行，郭导演，这可要加钱啊。加钱？多少钱？这挺危险的，三个人我看就十五吧。老张啊，你成了华山一景了。啥？我？你老虎嘴啊，你看我们这些人啃着馒头拍电影，谁不担惊受怕？你也真好意思。结果那给我们背机器的工人，那农民呢，生气了，说求了，这不是欺负八路军吗？那时候还都是管我们叫八路军呢。首长同志，这不是欺负八路军吗？这不是欺负政府吗？首长，你要是信得过我，把衣服给我换上，我来，我不要钱，求我们兄弟吃顿饭就行了。管我们一顿饭吃就行，不要那么多钱。是这么着，我说不行，怎么也得给你们钱，不要，绝不要。他说我们这像玩似的，从小就爬，他有什么了不起？你说怎么爬吧。服装，服装。哎，好了，给这两位大哥换上衣服。哎呀，你们是我的首长啊。去换衣服。哎，好嘞，走。哎，后来啊，龚维导演呢要把农民兄弟帮忙的事写出来，厂长说不能写，这一写不是暴露咱们拍电影的秘密了吗？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真相了，来，准备拍摄。好嘞。几位实在的农民兄弟一直帮着剧组背东西，在华山上爬上爬下，不辞劳苦。这个全景镜头也算是对他们的致敬吧。对于这群外地的电影人来说，真正的冒险也刚刚开始。我们拍戏挺困难的，从那苍龙岭啊，两个战士掉下去摔死了，上去很困难了。那时候年轻好胜，看一看，扒了又看一下，一看帽子丢了，吹下去了，就等这样子，没有什么邪的，不是那个意思。华山，就拍戏，一边上山一边拍戏，爬呀，拿着枪爬，一遍不行，走十二十多遍，这，他们有一些。没有经过爬山的，啊，那时候还困难的。我是正常爬山的，不过到了华山以后，那个路一看不行，不能回头看，啊，那险得要命，我都哆嗦，我得吓哆嗦了的。险要的地方太多，随便说一件小事儿，就足够让这些人牢牢记住了天险的概念。就是大小便别扭。他那个厕所是吊着的，在这个半山腰里吊着这么个小房，木头房，他把那个石头出去搭着，这么蹲着拉着绳子，那风呼往上吹，你房子一看呢，吓死了，刮点风啊，也不说也得冷，肚子也疼了，那能够他下边一坑过那个冷空气特冷。厕所虽然可怕，好歹是有惊无险，可拍起戏来，一个好镜头能把人的命给要了。拍那个苍龙岭，你老正着拍，拍不出来那个全景啊，得侧拍，在上面特别是，你怎么架机器？这摄影师陈明魂把那个很什么上面还有松树啊，大绳子捆在他腰里面，这么拍的，他们下面就要舍身崖。不知道郭维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次要是再拍砸了，回去真没法见人了。可是天险就是天险，人在他面前实在渺小得很。不过在天险上拍戏还有些意外的收获。
这个老道士就说呀，这华山呐，这华参营养非常大，这华参呢吃了长生不老。买来以后呢，就弄只鸡呀，不一个就剁了，煮了，煮完大家就吃啊，好点吃，还挺好，是好吃。这吃完这一夜啊，都睡不着觉，鼻窦里窜血，嘴也肿了，挨个个肿肿的。导演也吃了，吃了，摄影也吃了，导演吃的少啊，这个演员都肿了，过两天我肿就可能。既然长拍戏了，他一看这怎么拍，这个一个怎么都成猪八戒一样，怎么有点鼻子淌血。那个制片主任就急了，赶快找老和尚老道士，你怎么弄的，这你什么，你个演员我们拍戏那个都肿了，鼻子窜血歪。老道士说，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这个不是这提气的，不是你们这样吃法呀，一天不能拍戏停产，拍不了啊。但是人参事件没有让郭维生多大气，毕竟他也吃了，倒是另外一件事情把导演给气坏了。哎，到了到了，就是这地方。人呢？有你说的那么好看吗？那是真不错，嘿，皮肤白净，而且头发又黑又亮，比咱们厂的演员呢，只好不唱。看你说的那个，第一个去看的是咱们旅长，看完了回来，哎，我告诉你，管婷叫我管婷怎么的，我特别漂亮。我说你，他是怕那国民党什么，他来行不行？跟着留长头发，你不是吗？这天我们一宣传了，就去看去了。你这，哎，小陈，哎，小陈，小陈，啊，你这草鞋买了多少双了？啊，我看你这两个月呀，买了50双了吧？啊，我是买给家里人的，他们都喜欢。我说这两天剧组里人老不齐呢，还有人精神恍惚，这回我算是找到病根了。有一位老兄啊，他把那所有的那个五家皮也都给你买了，草鞋都给你买了，天天去买去。他一去你能跑山沟藏起来了，你看他问这问题，就喜剧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就演员的那个3个月在山上啊，也下不了山。看来华山的厕所、华山的人参，还有这个华山的小姑娘，给这群山外来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导演，其实我们想那什么。英雄的侦察参谋刘基尧和他的战友们经过惊险的攀登，上了华山北峰，真正的智取华山开始了。我想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8个人，我想我们8个人今天晚上，我们只要运动到北峰庙门口，给北峰庙敌人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北峰一拖去，把敌人这个连一消灭。我想同志们，我想就是把华山整个问题去解决。越到北峰庙门口，那个时候天都快明的了，给起了大风，风吹得很大。敌人哨兵呢，他对我们上来那个一点都没有发现。我跟后边同志手一掰，叫咱转他的枪枪都溜进去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那个教授的那个房子那个门道子那个啥，拿那个窗户擦。喂，同志，冲啊！我是第一排上上冲，第二排上长龙六冲。那是咋唬敌人？队长，队长，救命！结果呢，这个把敌人吓得这个精神子，光穿个八角裤，吓得尿了一裤子。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王爷子扯了箱子，手榴弹过来以后，我是把盖子起开，我是打。慢着，小心！你别上敌人家还骂你，我骂了还没，谁是不是上人打手榴弹了啊？解放军来！解放军来！终于听见了。哎，解放军来呀！哎，我是狗屎的，你骂你，我是叫我想趴在这里也骂两句，我就骂他，我是骂了还没。
我说谁在上边打手榴弹了？我说你爸也在上边打手榴弹了，谁打手榴弹了？前面庄的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哎呦，解放军呢，从北方上上来多得很。实际上我们这八人，他还在上边吹牛耳朵。哎呦，解放军上来多得很啊！敌人那个副营长的害怕的很。哎，赶快给找这。过来北风一个营柱一个排，北风下边前置场一个排，一个营铺两个排一个板。这个时候呢，我们八个人呢，一共就活着了敌人是111人。这部关于华山的电影再一次出现在审片室时，国伟得到的是热烈的掌声。最大的改动恐怕就是要将片名从《奇取华山》变为《智取华山》。又过了几个月，在第八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智取华山》获得了争取自由斗争奖。后来《智取华山》在国际上得了奖，这个奖杯到现在我没看过，什么样我不知道。人说你不去看看就在哪儿摆着呢，我都不去。我就怕人说呵，这得了奖了，这可不得了了，这不看奖杯来了。到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郭维没有领奖，他甚至没等《智取华山》后期制作完成就走了，继续当副导演。不过没多久他又有了个当导演的机会。后来陈黄梅就说，那行，那你拍董存瑞吧，这片子都很多导演都不拍，你拍吧。就是当我拍了独立拍了一部影片，就对电影这个各个方面都更熟悉了。董存瑞的重点，我是重点在塑造人物。年轻的导演没有被《智取华山》的成功弄晕，他知道不是每一部电影都能拿天险来说事儿。郭维开始忙碌地准备着下面的电影。有一天，他碰到了师傅史东山。他说我们演的，我没跟别人说过这。他说你今天提起来了，他就说郭伟你现在行了。咱们我说我在那我就乐了，我说都是你教的，我乐了。不要急，慢点，再慢点。哎，辣，辣，慢慢的转。哎呀，你别朝这边，别朝这边，爸爸，别朝这边。